17岁，来自湖南衡阳。头发都掉光了？会掉，对。你怎么胆儿这么大呢？你就只自己一个人，跟家里也不说一声就跑出去了？觉得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这一件，把生的希望留给妈妈。对。那你呢？你就等死吗？我觉得我在外面过得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你这段时间在外面都干什么？我去到了株洲，找了一个工地，在工地里面做事。你在工地能干什么呢？就你这身子。他们先前是不知道的，不知道我有这个病。不知道你有病。后来晕倒过一次。晕倒之后瞒不下去了，就跟他们说了我是白血病。那你还能干什么呢？在那儿做饭、搬煤、工友，他们人非常好，他们有捐助大概3万多。我现在在那边已经做了2次化疗了。我们在这儿要向镜头前要感谢工地上的那些工友，本来你们收入就不多，非常感谢。谢谢，谢谢你们照顾我弟弟。那你今天这次怎么来了呢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让妈妈再次回去接受治疗。他这样子拖下去绝对不是个办法，我会失去他。我只有这一个心愿，希望你们可以替我完成。谢谢。